这边都是各种壁画，而且这个壁画都很斑驳啊，都这个漆好像都掉了，就起皮儿了。有的时候是因为它刷的比较厚，有的时候是因为它这个底漆没有弄好啊。这边也没有人吃东西呀，这边对面是一些摆的这个地摊儿，唉，感觉街上还是挺热闹的。嗯，似乎没有受到什么疫情的影响啊，对吧？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，这个街上也这么多人吧，人也好像也跟着差不多。或者说，美国这边人本来就不多啊，本来就不多。你看，他们有的人还穿着裙子啊，真惊动啊，真惊动。这边是一个100元店啊，$1 store。这个店下班是很早的。这个店我来买过那种塑料的小筐。比如说去洗澡的时候拎着它，里边放着什么洗发水啊，什么香皂啊，结果那个小筐用了几个月自己碎掉了啊，它那个质量不好啊，它那个把先断了，后来它索性就咔咔咔碎了。哎，这边找不到鸽子吗？鸽子今天都跑了，鸽子好像在跟我过不去啊。刚才这个黑人有点加小心吧，啊，他这个是，这是一个叫成人用品店，啊，他那个叫什么什么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啊，Victoria's Secret，哎，昨天跟我爸微信联系，我爸也说他，在几个月之前就有泡泡尿。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，也都对吧，身体不太好。然后在10多年之前，就诊断为比较重的病，一直吃药啊，是吧？觉得也能想见吧，因为吃药，他对肝脏、肾脏就有影响呗。包括他说小腿也肿，反正我昨天也说了好多语音留言，我说最好还是。住院治疗吧，年龄比较大，身体不好。另外也说，感觉全身乏力，感觉歇不过来。我说那就住院呗。他说这在中国国内看病还是挺方便的，不像在美国，对吧？那你这样的在家待习惯了，不想住院也不行啊。万一有一个身体哪儿不对劲儿什么的，到时候不，对吧？有点遗憾嘛，啊。说了好多，反正。就是希望老人都健康吧。很多时候反正就是这样吧。有些很简单的这个事情，真正在做起来呢，好像有好多阻碍啊。比如说有没有人陪床啊，或者这个医生怎么样啊，对吧？哎，这边也没有鸽子吗？也没有鸽子。往前面看看。在美国这边是看病不方便啊，这边看病不方便。但是在中国呢，我觉得医院的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。没有鸽子吗？往前走走，鸽子难道他们也有微信吗？他们也能互相通气儿，说那边有吃的就全去了。他们是通过。什么通讯系统来互相联系的呢？这边也没有鸽子吗？没有鸽子啊。这边都是一些流浪汉啊，这边没有鸽子。那我还回到刚才那个地方去喂鸽子。那刚才有人喂啊，我看看吧。估计鸽子们都在那边呢。这边都是一些流浪汉啊，黑人比较多，黑人、拉丁美洲的人啊，这样的。过，反正过，这袋面包好像今天，找不到鸽子喂了。
所以我反正至少也是心安了吧，这个鸽子们都不饿啊就好了，大家该吃的都能吃饱啊，也就行了吧。你看前面这个人还是挺多，啊，这边好像是来骑摩托车的了，在表演特技啊，他们在把那个车轮刚才抬起来了，刚才，而且他们还没戴头盔，他们好像闯红灯，好像是戴头盔了，有一个戴了。有一个没带，把那个车前轮抬起，那个没带啊，这种是挺危险的啊，一旦你那个角度掌握不好，一下子一个后仰伤倒过去，倒到后面怎么办啊？这是自动提款机。这边水果，其实我好久没买水果了，这个芒果是5毛钱一个，5毛钱一个。这个也是5毛钱一个，菠萝是5毛钱一个，柠檬是1块钱一个，橘子是1块钱一磅，现在就不敢吃了，对吧？香蕉是2毛5一磅，不敢吃了，彻底不敢吃了。以前我还是挺敢吃的，现在不敢吃了啊，因为在美国这几年一直就没怎么正经吃东西吧，哈。这段时间东西比较多呢，就吃的比较量吃的比较多一点。你看，mask required 啊，面罩被要求啊，被要求戴口罩，因为总觉得自己不觉得自己年龄多大了，总觉得自己这个身体还可以啊，觉得吃多点的也能消化吸收，对吧？结果呢，不行，对吧？所以人还是要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限度。我们在小的时候。我们在外边走，我们接触这个世界，我们看到太阳升起，对吧？我们看到刮风下雨，我们觉得我们跟这个世界同生并长啊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，就发现其实我们跟这个太阳、山川是不一样的。他们可能会永生，但是作为人呢，只能短暂的这么几十年，对吧？这时候呢，就人会，你看这边就卖这个刀啊，有点恐怖啊。啊，这个管制刀具啊，有点恐怖。然后卖的这个皮带、音箱什么的，所以现在其实真的应该认清自己的限度啊。一旦身体有病了，就更要去积极的调整吧。就是说，用一种接纳自己身体状况的这个心态。哇，这位女士穿一个短裤走呢，真不怕冷啊。这边她这个模特都是黑人呢。黑妹，模特，这卖的是什么香水？香水还有那个哦，sorry，刚才这个女的走的时候碰了一下，还有钥匙环什么的。这边在清理垃圾，这个垃圾箱上面都印着啊。如果说私自把这个里面的箱拿走呢，会被起诉。就是用各种这样的。条款去，对吧？规范人们的这种行为啊。看他这个车，他这个车好像弄得挺脏，对吧？我记得以前这个车不应该弄得这么脏啊。他这个好像是有这个按钮啊，对吧？有这个按钮，还有各种阀门这样的。反正垃圾是一个大问题，垃圾如果不弄好的话。那么这个城市这个污染就很严重啊！哎，刚才那个司机去哪儿了？啊，他到那边去倒那个垃圾桶去了。他拿一个空的桶，他拖过去，然后呢，把他路边那个垃圾桶里边那个内胆里边的东西倒出来，倒到这个塑料垃圾桶里，对吧？给他收过来，因为这个塑料垃圾桶它有一个卡头，可以直接卡的。这个垃圾车的一个泵阀门上啊，看它
这个带轮儿啊，这个挺好，带着轮儿，然后直接就这么一拽就过来了。看这个垃圾清运工竟然不戴口罩啊，真的是比较佩服。他们本身就接触好多这个垃圾，还不戴口罩啊，真的挺猛啊，是个猛人吧？按说你从事这个行业，如果我做这个行业的话，我会戴口罩、戴眼镜，但是他什么都不戴，对吧？每天接触这个垃圾，站着开车，哈哈哈，啊，也行吧，反正就大家各安其命，不戴口罩的话被传染了，那么就别埋怨呗，是吧？就像昨天我跟我爸说，我说你就得最好是住院，我建议住院啊。如果你不住院呢，一旦身体出问题了，你到时候别埋怨啊，别有含怨啊，就是说。对吧？我说还是要，把这个问题想好啊，to be 啊，not to be，对吧？因为年龄大了就是这样，你每天吃好多药，又降血压什么的各种药，这个拿的什么牌？拿的是，这拿的是，我是瞎的，需要帮助，保持社会距离啊。这个人是个盲人啊，他这个挺好，这个办法不错，他那个。他拿举着一个牌儿，他说他是盲人，他看不到别人，他希望别人看到的，能够跟他保持距离。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，这个方法不错。边上那个人也许是能看到吧，边上那位女士陪着他，好像是可以看到的。他俩都看不到吗？他俩？那个女的应该看得了，我觉得。那个女的应该看得了。啊，闯红灯。哎，希望都，哎，很感慨呀。其实，糖尿病如果血糖高的话，也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啊。你看他那个楼中间有个圣诞老人那么大啊，一个充气娃娃啊，充气的一个圣诞老人。圣诞节快到了，再有10天。以前安徒生的这个童话，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就是在圣诞节的夜晚吧，还是在圣诞节前夜呀？被冻死了啊，觉得很，心里很难受啊。这是卖这个铁板烧吗？这个是卖的这个烙的什么馅饼之类的？滑板少年。这边都是拉丁人，他们在吃什么东东？Excuse me，他们好像不戴口罩啊，他们不怕病毒，他们这个卖的都是工具。哇，这个裤腰太短了，这个哥们卖的大电池，这个碗真大啊！哇塞，这个碗是我见的最大的一个碗吧？这个碗可真大哎，这不是个盆吗？这不是一个？哇塞，卖的是鞋，卖的是二手鞋啊，二手鞋也有人敢穿，反正我是不太敢穿。卖的是手机，各种炸屏手机，还有这种面具。还有这种，这叫垒球吗？叫棒球啊？眼镜还有，橘子是8毛钱一磅，这是橙子吗？柚子1.5块吗？哎，我在美国这边好像第一次见到柚子吧？橘子1块钱一磅，树柿子5毛钱一磅，鳄梨1块钱四个为了1块钱，$4 啊。这个还挺便宜啊，鳄梨，但是是不是没熟啊？比较硬啊。我看到一只鸽子，就一只鸽子，它吃不吃？你吃面包，就一只鸽子，一只鸽子啊，它可能不吃，还有点害怕呢，可能是。前面走吧，到前边鸽子扎堆的地方吧，对吧？还是到鸽子多的地方比较好。
面包5毛钱一个，反正以后，我像什么面包什么的，巧克力呀，这什么之类的都不能吃了。这边卖的是那个防护镜啊，防护镜、各种眼镜，然后还有这个文物好像是，还有这个电子琴，电子啊，it's 哦，it's really good 啊。他说多多少钱啊？我就说啊，不错不错，但是我不买啊，我只是看一下，有时候是好奇心，现在也没有钱买啊，呵呵，也不需要啊，现在这个自己这个。用的东西也没什么用的东西吧，在这几年，该用的都买了，不像一开始来的时候呢，都需要买，都需要置办啊，现在都有了。流动卫生间，联合1800厕所，这哥们这头发好吧？他这个白头发是天然的吗？还是染的？爆炸式啊！对吧？黑人他这个头发他比较厚呢，他的好处是能够遮蔽阳光啊，省得这个太阳把这个脑袋晒坏啊。鸽子呢？没有啊。哎，平时啊，就是时不时的就能见啊，这个自行车不错，时不时的就见到这个。这个车队整的那么高，平时呢就能见到这个鸽子呀，对吧？在路边三五成堆的，但是现在想找鸽子找不到。这是蒲棒啊，这是各种，这是卖的这个小饼、小饼干什么的，还真有人买啊。哦，这个狗，这狗挺吓人啊！这个狗，也行吧。这边的狗好像普遍的不那么太凶，我觉得啊。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，好多小狗挺厉害的啊。这边小狗好像性格还挺温和，一般来说。潘婷，洗发水，金黛。去什么什么 eczema 是痤疮，去痤疮的膏儿啊。鸽子呢？哎，走一走不错。以后呢，我可能就锻炼身体，就用这种非常温和的这个方式，就不可以慢跑了，因为再慢跑可能对肾脏的损害会更大。对。我跟我爸昨天微信联系的时候呢，他说他一开始有泡泡尿，后来吃药就缓解了，但是后来觉得没事儿了之后呢，就去那个健身器材那块儿玩那个叫云梯漫步吧，就那种跑步机那种的，然后结果呢可能累着了，然后第二天又有这个泡泡尿，完了后来又吃药吃好了，结果后来呢。去那个广场啊，就是有好多，都有一些老年人啊，在那儿跳广场舞啊什么的，在那儿溜达嘛。然后有一些，女士啊，在跳这个广场舞，一些年龄大的老头老太太呀，在跳广场舞。然后我爸在那看，然后他们就说你也来跳了吧。然后我爸也就跟着跳了一会儿，他那个节奏应该是挺快吧，啊。然后结果又不行了，就有泡沫了。之后呢，再治再吃药就不管事儿了，所以我也说，人有的时候需要，是吧？身体稍微好一点了，就容易忘记伤疤的疼痛吧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人怎么坐地下？这个人，是一个女的，啊，这个老太太我有印象，她有一次是在路边这样的直接。脸对着这个路，然后屁股对着这个路边，就解决他的大小便问题啊，就是啊，有印象想起来了，对，就是一个流浪汉啊，也挺可怜吧。哎呀，这真的没有鸽子呀，我应该
上午来吗？是不是下午这些鸽子们都收工了？这个动物它这个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这个规律掌握得更准吧？这边这个店用一个大的一个塑料布给它挡住了，看还有穿半袖衫的，还有穿大裤衩的，对吧？你看这大冬天的，老美你不服不行吧？我是服气呀、啊，如果我穿这么薄的话，我就直接感冒，一会儿就感冒。他们在这若无其事的走，不知道他们以后年龄大了会不会得关节炎。因为旧金山这边本身就比较潮湿，它是一个半岛嘛，周围都是海湾，冬天虽然不冷，但是比较寒凉，潮湿寒凉啊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再不注意保护这个关节，那么就会年龄大了就有问题吧。这两天看那些节目，然后有专家说那些健美先生、那些肌肉男，他们为了让肌肉比较发达，所以吃大量的富含蛋白质的这个食物，对吧？你多吃多运动。吃大量的这个含蛋白质的这个食物之后呢，他们通过健身，各种什么平板支撑，对吧？各种杠铃、哑铃，什么叫撸铁吧？让吃进去的这些东西慢慢转换成肌肉啊，变成那种大大块头，对吧？很魁梧的样子。他们现在虽然年轻的时候呢，由于这个器官还比较，对吧？新鲜啊，没有问题。但是，一般到了年龄大的时候呢，一般肾都会坏掉。我觉得是有道理的。按照医生的这个观点，人摄取的这个蛋白质不可以太多。任何人都是这样，就算你年轻人，你也不要摄取太多的蛋白质。如果摄取太多蛋白质的话，那么肾脏一定会有问题。即便是没有问题，也是暂时性的没有问题啊，暂时没事儿。但是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慢慢问题就凸显了，所以大家真的要多注意吧。啊，这哥们骑一个金黄色的自行车，看不怕冷啊？他这个上半身穿着羽绒服，下半身穿着大裤衩啊，这是老美的他们的这个范儿啊，不服不行。不知道他们的腿为什么不冷，我的膝盖现在有点隐隐作痛，膝盖啊！人们在这听着音乐，在这休闲呢。前面一个清洁工，在这辛勤的工作。我觉得清洁工这个工作还是可以的，他不要求太强的这个体力啊，对吧？然后工作方面应该也没有什么压力吧，虽然挣得少，但是，其实现在好多时候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好多问题看的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当然以前人们想的都是，在年轻的时候想着这个职位要越做越高，对吧？这个钱呢要越挣越多，用的一些物品呢要越来越昂贵。但实际，慢慢的你会发现，有些东西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，对吧？你吃啊，或者玩啊，对吧？折腾啊，其实到最后，哎，好多也都什么也没落下。就像有些人他，对吧？弄了很多钱，但是后来出了一些问题呢，也都，对吧？也没有享受到吧，反而呢，是因为拥有特别多的这个钱财，可能自己还有的时候，担心，怕这个钱丢了呀，或者说怕这个出到一些意外啊，或者在挣钱的时候得罪一些人呀，那么怕报复呀。当然，我这么说也许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，但我的确这么想的。这边水果店还在正常的营业，看来这个鸽子好像真的是不好找啊，这鸽子。这边在摆摊儿，现在天短了，一般到下午5点多天就黑了。
自行车的这个齿轮、手表、光盘、腰带、刮胡刀。啊，稍微出点汗了，走着。左边这个膝盖开始疼，年龄大了，这个关节软骨就退化了，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饱满，那么有韧性，有那么多滑液。所以呢，真的要着令着来啊，试探着走。这边是一个服装店，好像箱包店。这商店还在惨淡经营啊！你看，就刚才这个商店，我从来没进来过啊，从来没进来过。这边是银行吗？银行也在限流，对吧？让大家排队。过，现在是绿灯，可以过。完了，这个鸽子今天好像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挺有意思啊！你想喂它，找不到它，就像人们这些慈善家，他想捐赠食品啊，没人要。美国这边真有这种情况，人少嘛，所以有的时候人家捐的这个食品没有那么多人拿，所以或者有的人领了食品吃不了，就随便的往路边这么一扔，让人觉得挺心疼啊。西方牙科，现在是快到黄昏时分了吧？看那个路灯还在亮着啊，那个路灯真的很亮，雪亮，对吧？那个橘黄色的这个路灯，看来这个鸽子不好找喽。我再继续找。再见了，再见了。我要今天争取把这个面包喂到鸽子啊。但是鸽子如果太晚吃面包呢，可能也是。鸽子太晚吃面包，也是怕这个会高胆固醇吧，胆固醇增多可能是怕啊。这哥们儿这个头发有点白了，这几天有点憔悴了。他在这晃悠着，我所见到的差不多有1年了吧。希望他这个能安全吧，健康吧。啊，也很可怜，对不？就是这样，天天蒙这个大毯子在这走啊，这样的，哎，可怜的人啊。再见了，比我还可怜啊。